把你当兄弟，你要是连累了伟力，我他妈掐死你。张水是不是你雇的？这瓶酒叫酒神，里面藏着一个秘方，找伟力偷到这瓶酒，我就给你100万。等他谋好消息。锤锤，必须的。500万欧，我帮你准备，等着看好戏吧。别忘了，我们的目的是要引利奥回乌堡，联手振兴家族。我必须得到这瓶酒，这是我来的任务。计划了这么久，是为了报仇。你根本不是警察，背地里查我的底，你跟着他。妈的，是兄弟吗？伟力，快跑！永远的好大哥。有多少爱可以从来